2021年，我们从士林搬迁到大直，目前是大直少有的摄影器材实体门市。除了相机，我们也提供各式周边配件的展示空间。服务人员均通过考核，才能提供您最好的服务。这支影片我们是用第一人称的经纬来模拟门市的服务流程，让您更进一步了解。买相机真的没有新手老手之分，欢迎您亲自来体验。你好，今天有需要找什么吗？好，如果要找相机的话，这边可以帮您做介绍哦。那目前我们大部分的相机品牌都可以应付绝大多数的拍摄场景，或是你有什么其他的拍摄需求，那我们也可以帮你做介绍。没有。哦，好，那不然再重新帮你整理。为什么0979的？那现在都是新的。那加上一个原厂电池的话，是1400。OK， 那接下来的话，我们来做一下对焦的测试。然后变焦，好，这样子没有问题。然后录影的测试，好，1 2 3 1 2 3麦克风测试，1 2 3 1 2 3麦克风测试，好 ，OK。然后播放，这边的话会跟您核对一下机身的序号。我们今天购买的是 Canon 的 N6， 那序号是42805001632。对，好。那商品回去的话，还是要麻烦再多做测试。7天内，只要不是人为因素的故障，如果发现有新品不良的问题，就是麻烦机身的外观不要刮伤受损。那完整的盒装配件，包含包装袋、气泡袋，都要先一起付回我们大直门市。那我们会先送回师傅这边做检测，确定是商品的问题之后，会再跟您通知做交换，就不是现场直接交换喽。那之后的话就是1年的保固时间，那我们各个分店都可以协助帮您做转送。那如果有需要感光元件的清洁服务，我们都是终身免费的。那根据您的相机和镜头的话，可以考虑像类似这样子的脚架，其实就蛮 OK 的。这是一支4节的脚架，需要伸展的话，其实它都是旋钮式的，那就是记得不要转太多，就可以顺利的把每一节脚管抽出来。那这一支的话是一支铝合金的脚架，如果你想要比较更轻量化的话，那我们也有像类似这样子的碳纤维的脚架可以考虑。那在材质上面来讲的话，碳纤维的脚架它可以有更好的轻量化的效果，但是相对的话可能价格的部分会稍微高一些，这个部分可能是在买脚架的时候需要考量的部分。那云台的话呢，一般我们可以考虑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球形的云台，那在调整上面来讲的话，它可以比较快速方便。那如果你想要录影上比较稳定的话，我们也有像油压型的云台，或是如果要调整到比较精确的角度的话，我们也有这样子的三项式的云台，可以根据你的拍摄需求再做挑选这样。那包包的款式的话，我们有非常多种类，那比方说像有单肩的侧背包，然后1斤1斤的、2斤的以及3斤以上的都有，那甚至是后背包，或者是说比较大型的后背以及气密箱的款式，我们也都有卖哦。目前的话，有许多运动摄影的爱好者有想要找相关的摄影机或是周边的配件，我们这边的配件是非常多样化的。那如果是有专门的录影或是录制 podcast 的需求，那这边的话是由我们的影音专区就会有麦克风，不管是相机、摄影机使用的，或是电脑 USB 用的麦克风，也都是有非常多的种类可以做挑选。录影上的话，稳定器
或者是说在家录制 Podcast 的话，我们也都是有相关的设备哦。那如果是专门在做影片上的后置需求，我们也有新到的背景纸，有两种款式可以做选择，那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再做订购。那以及专门的背景纸，或者是说拍摄用的 LED 的补光灯，然后摄影灯、持续灯这些都有。那相关的那个柔光罩的配件也都是有非常多的种类，可以来现场做挑选哦。好，那请问今天还有什么地方要帮您服务的吗？好的，那这边的话就帮您装袋喽。那我是小五，今天很高兴可以为您服务。这边是您的相机，要小心拿哦。好，那感谢大家看完这整支影片。那即日起，只要来相机王大直店拍照打卡、按赞分享，那我们就会送精美购物袋一支哦。那数量有限，所以喜欢的朋友要赶快哦。拜拜。